这个你待过的城市里，碰到好多人像你，可他们不是你。我认的风景只是少了你，想打电话给你，现在为是谁接听？慢慢会变成爱的一场演戏，风吹那夜我就在那夜想你。爱有种残缺美丽，就让人伤感的距离有个秘密。风吹到我就得问的问你在哪里，忘记了几缘风风吹的就我的心，就思念个亲吻你最遥远的两颗星。我们平行方向怎能会有交集，花瓣慢慢汇聚，敲响我只爱的你。今晚是甜蜜未研究的旅行。新豪风尚提醒您，正片即将开始。我们之间的秘密由新豪风尚网络冠名播出。这么多年，这么多年来都是他自己一个人，他很坚强，很坚强，可是他有多孤独，他有多孤单呀！他只是想守住一点点关系。可是他是停止，他不是阿言哥哥。我觉得。我觉得我真的要放弃他了，他就像一场梦一样。宝宝，如果你知道妈妈不想要你，你是不是也会有点难过？姐，明天我10点下飞机，我爸有事来不了了，你能来接我吗？我吧，跟你可能还不太一样。我从小呢，就有一个光点跟着我，从我出生，会爬，会走。会跑，他一直在我前面。有时候吧，我一直很羡慕他，我很努力的追赶，但我怎么追赶都感觉追赶不上。后来我长大了，跑得很远很远，在那个地方呢，我感觉很陌生，很难受，又很没安全感。我才发现，其实那个光点一直在我前面保护着我，照亮着我，才让我有了这一切的快乐、自由、幸福。这个光点呢，就是我姐。我这次回来呢，发现他变得很憔悴，还没有成家，其实我心里特别难受。我感觉我应该长大了，替他分担了，而不是再像以前一样羡慕他、嫉妒他、拼命的追赶他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我认为他除了我父母以外，是我这世界上最亲的人。他做的那一切都是为了我，让我变得更好，变得能够独当一面。我很感谢他。
我说的这些其实不是让你羡慕我，也不是让你觉得我多好多自由多成功，只是我想说我已经跟我自己和解了，我跟我过去和解了，我没有那么的想去追赶他了，没有那么的想去超越他，因为他是我的家人。我只想说，白小姐，既然想明白了，也可以试着跟自己和解，往前走一走。是啊，是该往前走。芊芊，你是不是对这边已经很熟了呀？以后能不能带我们出去逛逛？当然啦。啊，好羡慕你啊，爸爸妈妈都在澳门。我爸妈在澳门工作，所以才特意帮我申请的交换生。如果你们有时间，周末可以来我家里玩啊。我不去你家，你妈妈好凶的，之前和你视频，她还说要去学校告状呢。她不会这样的，我们已经和好了呀。你就去我家里玩可不可以啊？好吧，芊芊，你妈妈过来接你吗？对呀，我在这里等她一会儿，晚点去学校报到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先走了，你到家给我们打电话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同学，我们这边走。好，待会儿一起去吃饭吗？好呀。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。依琳，我手机昨天忘记充电了，没电了。芊芊，芊芊，哎，芊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呦，哎呀，实在抱歉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书包我给你拿着啊，别动。外婆，我们回来了。哎，哟，芊芊回来了。哎呦，芊芊今天回来我都忘了。芊芊啊，你呀很快就会有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了。你看。什么小妹妹？啊，你依琳姐啊，怀孕了。你怀孕了？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？
芊芊。哎，芊芊，芊芊，芊芊公主，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我真的是因为昨天晚上手机没充上电，今天早上闹钟没响，所以我接你才迟到。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原谅我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而且爸爸今天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我这手机静音了也没听到。又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？上一次也是动不动就有重要的事情，手机关机了，不管我死活了是吧？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比我重要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是他的小心肝、小公主，没有什么事情会比你更重要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要生气啦，然后你晚上想想吃什么，我们去吃大餐，欢迎我们的小公主回来。不要，她又不在乎我，饿着算了。你怎么老是拿不吃饭威胁我呀？啊？依琳姐有宝宝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把我当外人了是吧？你是因为这个事情不高兴啊？其实是这样的，这个事情因为它来得比较突然，我们都没有心理准备，所以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你说。那就别说了，不需要敷衍我。想你。